男户主赤脚协助消防调查，部分住户带埋爱犬疏散。涉事的单位冒出大量浓烟，事后一片昏黑。在星期五凌晨四点几，旺角鸿都大厦14楼的住所冒烟起火，住户惊醒即刻报案，男女户主同邻居大约80人自行疏散。消防接报到场，在4:31左右将火救熄。初步相信是因为客厅的拖把插住不同的电器，负荷过重导致起火，波及附近的梳化。起火原因无可疑。